北海道空运松叶蟹搭配苹果片、鲑鱼软融合 cheese 蛋糕，口感绵密柔滑。毛豆做成奶酪，再来杯1600公尺高海拔金萱茶。米其林粤菜每一口都有不同层次。小巧备品一字排开，联名国际品牌的仿日式榻榻米图文黑色包，低调奢华。长荣航空欢庆加入星空联盟10周年，机上餐过夜包全新改版上线，包括豪华经济舱以及经济舱都有设计各种不同的菜色。高级料理、舒适服务，大动作抢客，就是因为暑假旅游旺季来临。长荣航空总经理孙嘉明就看好第三季客运营收有望续创新高，点名北美航线需求强劲，预估高票价将成为常态，趋势会延续到2024第一季。再加上油价走低，今年全年获利也会挑战新高。加入新盟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网络的扩展，现在也透过我们整个盟航可以飞到整个世界各大的城市，应该算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啦，表现得也相当的不错。倒入现摇茶饮，这杯蜜桃红茶气泡饮，微甜果茶香的香槟口感，夏天喝最清新。再来一口超萌小点心，抢空旅客，华航最新则把人气手摇饮品搬上机，七月开始全舱等都有机会享用。所有的原物料都在上涨哦，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比较用优惠的价格跟大家来分享。那我们最近都有一些开行呢，某一些航点它的优惠票价也是有的。旅游旺季来临，航空业者各自出招，拼机上体验大升级。东森财经新闻，张博祥、叶子晶台北报道。